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玩具秀，我是你们的秀秀姐姐。这天邪恶迪迦来到地球，他的目的是报复奥特曼战士，而新奥特曼出现的方式就是攻击人类。于是邪恶迪迦来到城市上空，在他的右手中掏出能量强大的邪恶光弹，邪恶光弹划过天空，就像城市中的最高建筑大楼轰然倒塌，人们四散逃开。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守护城市的赛文奥特曼出现了，他使用奥特之眼，在混沌的灰尘和烟雾中看见了邪恶迪迦。邪恶迪迦发现了赛文奥特曼，他快速地向赛文奥特曼飞了过去。赛文集中能量到手腕上，使出奥特射线向着邪恶迪迦发射。邪恶迪迦似乎早有防备，他发出紫色的防御屏障，挡住了赛文奥特曼的射线进攻。随后，邪恶迪迦召唤出一只怪兽哥莫拉。赛文奥特曼没想到自己会遇到邪恶迪迦和哥莫拉两大邪恶力量，他能够在战斗中获胜吗？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